好，我们到了系统训练的第七小节，就是我们的蹬地训练。很多那个教练员就说啊，蹬转蹬转，其实蹬地跟蹬转是两个含义。好，我们在打球的过程当中，力量是由我们的腹部再往下传，传到我们的前脚掌，再蹬地出来的。如果你的腹部这个力量压不好，你蹬地是很难蹬出来的。所以说大家在练习的时候要注意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讲解蹬地的训练啊。你看，左脚上去，右脚下，一站好位置，然后我想蹬地的时候怎么蹬呢？把力量压压啊，把这个腹部力量压，它才蹬得起来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不压的时候蹬不起来，这个力量不压下去，这样子蹬不起来。所以说我们来开始练习啊，压蹬转。好，来，一二三四，加上顶胯啊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再来一次，再加上我们的前臂啊，拿下身，压蹬转，压蹬转啊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，压住了，再蹬转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同学们再体会一下啊，体会一下这个压下去这种感觉啊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蹬住，腹部压下去。